他要去想那天为什么会输球啊，很正常啊。他就是干在心里，所以去想吧，然后就不想理我。就比如说我只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吃饱没啊？”就是死面，然后我就说输球了、啊，就死面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你说输球关我屁事、啊？你曾经说过说你不会把工作的情绪带回家。是，但他这个有时候难免。男生比较你能保证你们外面情侣不带回家里？谁能保证？我可以保证。花姐来，有谁可以？我绝对不会把外面情侣带回家里。我觉得你可以。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嘛。可是我觉得女生比较会尽力做到，男生会觉得你应该体谅我。对，体谅。不要说我那样。哪一集？哪一集？哪一集？那个输球打教练呐、啊。大家，你现在把我起来发泄是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，我气都消了，也是不错，真的。气死我了！这是给大家用的，对不起，好吧？我觉得这蛮疗愈的哦。买十支。这个我们上次啊，哇，很过瘾啊！杨千霈啊，跟唐宗盛玩这个玩到。整个开心的，整个气都消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整个进来愁容满面，出去笑嘻嘻的就走了，真的，真的很棒。林子又先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怕了。